帝都，你在干嘛呢？嘿嘿，师傅，我正在看书呢。你这个模样是看书吗？这书里的孙悟空能上天入地呢，太神奇了，我也想学这几招。你怎么当真啊？那不过是神话而已。那好，您再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书啊？啊？师傅，有什么秘诀能让我立刻就练成上天入地的功夫呢？没有哪种功夫拔根毛就会，你又不是孙悟空。任何本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嗯，是啊，孙悟空有毛，我没毛，所以练不出来呢。那些歪门邪道的书最好别看。什么上天入地啊，我看不如脚踏实地。你觉得呢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还是脚踏实地的练基本功吧。那得练到猴年马月去了，一定有捷径，今晚就开始。那是饭桌，没事别躺在上面。哎呦，我不想躺着，我想上天。人还是高级动物呢，我看连一只鸟还不如呢。帝都，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想飞的事儿啊？是啊，为什么风筝能上天，我就不能？风筝靠的是风啊。对呀，原来一直没有风啊。哎，帝都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先去练地遁术，等有了风，我再练飞腾术。哎，嗯，这也不行，这也不能练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哈哈哈哈！嗷嗷，嘿嘿嘿嘿嘿！我能下地了。我怎么还是不能下去啊？帝都，你为什么不吃啊？别愣着了，快吃饭。我想不通，一只鸟和一只老鼠都能随便上天入地，我一人念佛那么久，连这点功德
多，功德是日积月累修行得来，而功夫是靠脚踏实地苦练得来，老想找捷径取巧急于求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去放风筝呀。干嘛要现在放啊？我帝都啊，现在还想试试，求您帮个忙，您把我当风筝放了吧。帝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来吧，师傅。我落地了耶！哎耶！你只不过是掉到一口枯井里了，想想怎么出去吧。是啊，我怎么出去呢？现在你天也上了，地也入了，可你从中得到什么了呢？你还是没有学到真本事，你甚至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。会飞的话，你可以一跺脚飞出这口井嘛。别说了，我脑子好乱呀。帝都啊，功夫是靠脚踏实地苦练得来的。帝都，你在哪儿啊？对，踏踏实实的解决眼前的问题，再也不能不着边际的瞎想上来的，一点一点的爬呗。哦，那咱还飞不飞了？哎呀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上天入地不如脚踏实地吗？哟呵，长进了。嘿嘿，飞我是不飞了。哎，我改爬，明儿个我就练壁虎游强弓。啊！嘿嘿。